艺术是我国民间舞蹈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也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。舞狮有南狮和北狮的区分，广东舞狮因其狮头上扎有一角，威猛粗犷，讲究神似古乐激昂，栩栩如生，令人惊醒，故称醒狮，又称南狮。火山醒狮较为威猛，狮子头造型夸张，常见的是高额双腮、大鼻、圆唇，牙齿能隐能露，形态威猛，突出百兽之王的形象。据说分别代表张飞、关公和刘备，反映他们不同的性格，如黑狮张飞威武凶猛，红狮关公名壮，黄狮刘备温和。这个是上板凳难度系数一般，佛山其实除了舞狮打鼓也是很有讲究的，舞狮的动作都是跟着鼓声来的，如果各位看官有机会的话，到佛山来观赏一下。谢谢各位观看，记得关注哦，据说关注的都发达了。